脑全程直播。养心健脑，延缓衰老，今日新元素。缤纷五月，中实购物优惠不停歇。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期间，所有商品免收送货费。养心健脑，延缓衰老，今日新元素。颈肩疼痛，用名人牌颈痛片呢？上肢窜麻，还用名人牌颈痛片？治疗颈椎病就用名人牌颈痛片，两周一疗程。名人福瑞达，养心健脑，延缓衰老，今日新元素。早去早回呀。是。
信。咦，我弟弟呢？哎，亲妹，这是什么？这是我做的娃拿来接弟弟换的，让我看看。怎么，你又来了？儿啊，我是接弟弟送汤药来的。姐姐，为着你虽然好闻啊，这是青梅做的娃。怎么是他娃的？嗯，小小年纪有此才华，不愧是家喻户晓，在此物质还是早点委屈吧。儿郎，你快快委屈吧。青梅，送进我吧，送进我吧。为生，你到内宿啊，我与王老夫子与娃聚谈。是。哎，贵生，你怎么忘了李叔了？他怕进去。王先生，请坐。王老夫子既然身体不伤，还是去找回家养病去吧。上去老爷，我虽家道贫恶，但不惧富也。此事贵生念于，还需我念世教诲。姑苏人呢，有的是硕士名流，老夫子不用费心。上去老爷，来来，上房接受您了，替老夫子正得一招。Thank you.
杀先生被迫离我去你自平替苦啊抗叹青梅呀我想你念你盼望你呀何时能与你同小少爷青梅来了小少爷是青梅来了是我青梅来了青梅青梅来了王先生去世了你说什么王先生去世了青梅五六万张得到府上接续你了万张谢先是去见将他嘿青梅故土不依靠千里相逢云烟王帝你去张望屈膝领旨好生万丈先生哎呀小少爷张王爷求老爷上官还是空死不得去把这牛青丁编来问你万丈先生吧这牛青丁是你身家传家之宝你挺亲受用哎死不得死不得遇了亲妹我再也不要顶什么亲了拿去吧拿去吧去去你在讲些什么啊王先生去世了王先生去世了可惜呀、啊、可惜你那这牛青帝做甚啊青梅无聊万丈我想把这牛青帝编来问你万丈先生贵圣这个牛青帝乃是你身家传家之宝挺亲所有岂能跌吗王先生与母家乃是私交与你与私生之女理当好生照料王丁在说到早王屈膝问你好生料理王先生的儿子是姐姐新娘青梅礼下陪我读书吧不必多言上堂为屈王丁爸爸王丁爸爸、齐老爷王先生去世了青梅无依无靠让他留在府上也好有个照应啊这个、那就让他留下吧哦青梅快快谢过九老爷多谢老爷青梅我等到少王拿你出去
貌似
求子生，可怜他红颜薄命受深情，他女走进苦心大营，他绣衣换了碎点金，怎么本帅是他亲，是不准他，还是他也亲亲？
请问谁是他？这一尊是什么菩萨？这是弥勒菩萨，他因我发笑啊，他像你聪明老人总会笑，披毛端正心温存，他笑你今宵背负一层心，问的什么？我要问的是方有苦味，有情人可能成为奸手。请问公子今年贵庚多少？18岁。18岁？哎，侬18岁呀？你是哪个家乡进来的？我是左家先进来的。待我说来，我居十八，就是这阵长眉露欢，这长眉露欢，他。自不，你看他小用貌面子软自负，自知说来我方有苦味，你愿可成了？落花不是所有的也，你去问他吧。草莓落花，草莓落花不了泪了
要杀人，恩师辈非常要命，可怜青梅早进来，红颜女子那边姑苏将他寻，我要救他出苦海，我要他金丝万千冠龙旗，红穿红掌记录情，青春年华跨路虎，是我舅舅吴彦祖为我恩师天下闻，无声。
只是自说自，莫为我为你离家插嘴一片心，你沿着空门飞子虐，其莫要称算是我无情臣。青梅啊，我与你是一世人，我半生也生死陪人白龙孤生门来，换文代。
本丹叩见大娘娘。文丹，哎，我来问你，明日当听大爷作监，可有下落？那边郭素贞寻不到大爷踪迹。大胆奴才！我几次命你当听他也作奸，你总是自动挖西破腹作揖。今天杀不从日早来，我顶着不走。哎呀，大娘饶命！哎呀，大娘饶命！大娘，大爷长须的，保分重亲大爷家，桃花坞为人做啊，万一，万一俺的庙宇烧香拜问。放来大娘娘吩咐陪轿，你安静下。是。梅子酸得很，有什么好吃的？你呀，啊，青梅你。
手，你快手呀！青梅，外面风大，你还是到里面去歇歇吧。四大爷，四大爷，四大爷，四大爷不好了！何事情况？你府上大娘大飞去奴婆来到皇宫，焚烧香，东边是召见张贵王，忽然之间要罢了你。是了，这边是王四哈。真想带你去他街上一劫，是老马上过客，只是转阳出去，不但名声难听，就是你我也难保住了。你还是赶紧比一比吧，四大爷，你还是比一比吧啊！去，四大爷，四大爷，快来！家是他，这是什么素材？这是凭你师徒们的云嘛。大娘娘，里面坚了不可，还是请大娘娘到客房用着。咦，是谁在这房间用功啊？这是多儿之正在刻苦修炼。倒也难得，我不请来也请。是。智正，快去兼顾生父大娘娘。禀你智正，拜见大娘娘。
他卖老那原木上来。是，不不，那原木上来。大娘娘，原木在此。祝你一把两生为生，当家是他，这祝你一把两之人，他是谁呀？这是多年前一位香客捐助的。穆大爷十月初落出门，十月初就到你宝贵井下，他分明财力恩助。你晚不快与我请他出来？大爷是来过的，不过大爷进香完毕，就带着东岸出岸去了。爷已经没有来过，没有来过。当真当真，我说的，阿弥陀佛。当家是他，暖袄生父乃是名门大族。事实上被我弟弟知晓，大爷足迹与你报恩有关。到那时可不要怪我不尽诚情了。为父送大娘娘。Thank you.
大娘私情到过见他爷。
做家训王啊！我看三是他青春年少，才貌尚杰，为何出家修行啊？出家人不提作家之事，请他娘见谅啊！红颜薄命也是一样。像我雅韵出身虽是好妇，丈夫又是暖傲名声，怎奈无兄无弟，丈夫出门数月，至今不见踪影。这真是妇难重担一肩挑，腹中苦水一声喷呐！比起你三思他嘞，我倒还是羡慕你呀。大娘需要取消出家之身，像我一个女流之辈，为了那冤家抛头露面打遍姑苏，今朝这个门宝地，万请三思他多予见谅。大娘不必如此，像我家大爷乃是身负多子，偌大一份家财要靠他一个人支撑，他这位啥子有个好的，这叫我是何是
重心啊！这一早上香盘送进，用不是赐福大娘娘。大娘娘，善是他，万老当家是他，那远不上嘞。是。大娘娘，上来。大娘娘，今饭这点那天能成菩萨呢？是不练无虚。今饭呢？今饭倒成要红颜与虚了。是。我大爷停车稳重，放来吩咐家园将你按团团围住。今晚啥子事儿出大爷，我定要踏病你爱。是。为父，为父，大娘娘远不在此，祝您三百两，一祝修建之福。多谢大娘娘。当家是他，不与今朝告辞了。宋大娘娘，宋大娘，三是他。你要与我留心了，只觉得两眼昏光。
上坡头山一起陪到横不将来啊
是你这个贱人拿出来的哦，父亲用不得你娘。你不要哭哭哎，你与我亲，你与我亲啊！四大爷啊，我要四大爷，三爷，四大爷，四大爷。娘娘，宋氏这种黎明高到月牙，是真是无儿。他们要将田地、房屋、家产，我不要再说了。他们欺我女长暖泉，无知继承，想要得罪我家产。只要我外遇一口气，他们休想得罪一丝一毫。大娘娘，舅老爷已经到月牙上下当地，你就放心好了。王丁，你要见者言之。老奴知道。大爷啊大爷，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哟？王丁爸爸，丁大娘去夫人带着小公子进来团吧。哦，表姐来了，快快有请。是，有请去夫人。表妹，表姐来了，请坐。
听说表妹身体轻哦，怪得了小儿得来探望，表妹归样时候已经好得多了。元贼，快去拜见姨母。哦，元贼拜见姨母罢了。像我十四一乡的神鬼神，生得聪明有喜人，可惜不是我呀云生。表姐，这孩儿是小儿远在啊，远在来。放来去拿点姑嘞，是啊，元贼今年几岁了？8岁，可正读书。嗯，读的什么书啊？幼幼熊林。能接吗？嗯，略知一二。哎呀，真聪明。大娘娘，啊，元贼那。看表姐年过半百，这孩儿定算是领来的。啊，表姐，我的病你是知道的。我要是也有这样一个孩儿，我的病嘛也早就好了。哪怕远在孤寂之你也就死了。此话当真？生过继母是远在的造福。哎呀，那我就把远在接进府来，你可这啊，表姐，表姐夫去年亡故，你孤单一人也是寂寞。我不搬进府来，我们姊妹同日也好有个照应啊。这个，哎呀。表姐，那就依你吧。啊，元贼来，元贼快去拜见母亲。我怎么又有个母亲啊？上次姨娘见你时，哎，你就顾忌着她了。哦，元贼拜见母亲，起来，起来。
婆婆喂，是谁？有声秦元帅到此，万老师他开门，请上台，待我开门来。公子，请。是他亲亲，他问为什么是此相家，这个人的神态好生奇怪呀、啊。宽公
子折身打扮，莫非是为接冤公吗？真是，请问是他法？凭你名唤子真。子真，你这个名字高雅得很，高雅得很啊。请问是他是幼年出家还是中年出家？凭你乃是幼年出家，后来书法已有二十余年了。此次上来是他已有三十多了。真是、请接娘公到客堂用茶。不，我要烧香拜佛，还老师他迎路。是此接暖宫，请海观世音菩萨，我要拜上一拜，凭你与你上香插座。Yeah.
心也明。
官这是什么？这是一颗松子。两旁皆是罗汉菩萨，这罗汉菩萨住在什么？说是罗汉，可以问流年吉凶何方？不知怎样的说法，请使他与我书上一书。请问建阳公是问功名，问婚姻，是问取财，问方圆？我是问寻母，哭得相见，见母哭得相成。请问金牛公今年贵庚多少？一十八岁。一十八岁？哎，十八岁，十八岁呀、啊！哦，你是哪只脚先进来的？我是左脚先进来。带，带我数来。嗯。一，五。九十十十八啊呀！恰恰也说到这一生，如今郎君弟妹望天下娇儿自己不准哭，我在念经。念经？念什么经？罗汉经。好，说罗汉，我要念罗汉经啊！真是。那你怎么不念下去呢？就是这阵长眉罗汉。哦，这长眉罗汉祝我祝福。你看那笑容满面，自传自佛。是是是嘞，我
们母子可以相称了。如何不是苏玉玲也？是他，是他，是他，哎，弟你并非落魂，怎为自道？长眉落魂，长眉落。十八年来糊涂过，错把他人做上去，街坊邻居常谈论，是我是玉娘娘的无娘身，原来不知谁是母，你总能知道原来情到根。不生，我问你为何要出他长河。
Hey!
的菜虫只难以进考场。嗨啦嗨，你身为监院县丞，他我不原则告辞了。
是神，自认他是哪一尊？他是三十三天的真神。
我本色不关心，苦去远堂孤一身。我把这三归无解，无解三归。
眼前的水皆石穿，为谁难安？我闻香坐高许姑娘，保生郎押云鸳把杨贼卷，今日
见外祖母，兼顾母亲。外祖，我的生生娘亲被我接来了，命他进京。是，有请母亲。娘娘，禀你几岁？王正正，你还有何面目前来见我？你万不可与我窥下。哎呀，母亲，见犯之事，断断不能全怪我生生娘亲啊！元贼，你不要多讲，参差也罢。母亲，元贼。站在一旁，不要多讲。娘，王之正，你万不快与我跪下。母亲，为娘听听。凭你身份何在，请他娘娘明赐。你身为佛门子弟，更应良家子弟去采荫。那孩儿押运三次岁末，你上气神神，下门众人，将贵生这么儿子去采儿。那三，你一时起步，抛弃妻子去采三。母亲，元贼，母亲。娘，可怜他坐在位时红。
堂堂，就应该同享天伦为尽了，亚母生母一般样，太惜前儿子既往太欢笑，劝母亲休长老，可儿坟上把钱借下。你的生身母亲，你堂堂监院岂能认得下贱之人为母？外祖，你无罪不报，死罪不朽。我明白了，你们骗我生身娘亲进府，原来是为了嫁孩一趟。哎呀，母亲，众家子有与我奔跑，怕你死恨。罪孽深重，为娘今天就不饶他。母亲，元贞，你不要苦苦哀求，你与我起来。娘，拿去，万不与我跨跨同孙去吗？哎，罐头碎！元贞，你郎堂。
要杀臣们，元贼为何有娘不能成？虽与元是与根不方的问你不清，王与退杀于此，我自身本是清他人。你孤关把儿子成中传我怕令家生也老老套套，你万不不成。张老爷，我自证无才，才快何谁是你？老夫何才之有？你将何人员心外破城，其才也？你别使我无妻，我宁愿并我是王妻妾。孩儿，你说是女儿三次随王贵生陪的儿子，今日你用功名节的逼我知道是我家，嘿，无辜。张国兄啊，张国兄，我看你倒是才。那他他身强杀气好厉害，反将老夫累这腿累这腿。我岂用要你这叫病宗家爹，将他赐死金里配。元贼少爷已长大成人，你要赐死三四胎，元贼少爷岂能保之？大娘娘，你在依靠何人？千万不能重蹈覆辙，请大娘娘三思。请大娘娘三思。两相爱，
自闭的暗色圈淘气后贼家的婚姻真为缘，我十八年相思苦难耐，三次岁外才生郎的命啊，到头来自责起孤王自卑，今生愿在神亲娘，我怎能是非不分在家儿啊，弟弟呀，女儿在难生年龄，其中草甚至不能同阳明。